E开始。三金佩利万诺维奇开始，这都开个上去。Use this microphone? Yeah, this Here。one because you see. 这个。Okay. 中国河北秦皇岛，秦皇岛银行乔氏杯第七届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全球总决赛 TV 一号台比赛现场直播。大家晚上好，我是苏新元。大家晚上好，我是张庆勇。本场比赛是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比赛，出场的双方是屏幕左侧来自中国的球手张坤鹏对阵着浅色上衣的来自波黑的球手三金佩利万诺维奇。比赛采用25局13胜140分钟限时，双方轮流重球。本场比赛也是两位选手在败部的比赛，赢球的一方继续征战本次总决赛，落败的一方将提前告别本次赛事。10 seconds。重球的这一位就是三金佩利万诺维奇，来自波黑。在上一届的总决赛当中，三金佩利万诺维奇的准度以及他的这个良好的进攻能力啊，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而且今年或者说去年吧，那18年度的时候呢，三金佩利万诺维奇也是参加了我们好几站的分站赛，里边也不乏一些上佳的表现。目前像三金佩利万诺维奇跟那个卡奇啊，两位20岁以下的这种年轻的国外球员，也算是在国外的整体球员里边啊，这两个新星或者说两个比较让我们能够记得住的球员啊。没错，又年轻啊，球打得又好，用不了几年啊，他们就将接替波茨啊，成为我们中国的中式八球的非常强劲的一股对抗势力。对的，一打一顶啊。看得出来，波茨最近这一年多的两年的时间，开始逐渐的走下神坛啊。没错。那么海外军团也需要一些新鲜的血液来补充进来。而且本次的总决赛，我们看到来自菲律宾的球员啊，来自蒙古的球员，对，来自欧洲的一些球手，他们都具备着相当强大的潜力啊。有机会还是啊，先去做9号球吧。延时。这一杆12号对准度要求非常大。也不是很饱啊。对，换球了。打时右塞高杆上去，下来轻轻的带一下14号。啊，两个边沟球。这14号 K 是没戏了啊，只能是单独叫位了。还是用旋转去走啊！这杆球关键一杆啊，叫到对大角度或是红三缝隙里边，红三缝隙里边太单一了，那怎么办？只好叫个大角度。对啊，大角度啊，咱们在这两天比赛当中，石伟达
曾经打过一个大角度的啊，就目标球呢在咱们现在画面左边中袋上方贴库，白球在球台右侧，直接薄进了左上方的顶袋。嗯，约翰楚阿在比赛当中目标球在现在四号球往下差不多六颗球的位置贴库，白球在开球线的位置强力低杆往回走打进啊，弹边弹那个顶库边库再顶库再回来，哇，当然也是这个比分领先特别多的时候打得很开放、啊、对，表演了一杆、嗯、可惜他们这些画面都是在这个大牌上的比赛啊，对，所以说呢后面想看的话只能通过一些记录来看了、啊、对，或者说他们非常给力打到后面的阶段能够上 TV 台，能够上 TV 台、啊把那个球再给我摆上，所以打一杆。想欣赏这些精彩进球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的赛事官方微信公众号台球圈有料、啊、嗯，里边都有动画，对，解球碰到要再吃库，哎，十四没碰库自由了，犯规了，自由球，你去勾球的话一定在子球跟目标球碰击之后啊再有一颗球碰库才可以，对，上来摆了个接力，看能不能顺势啊把这个红三也接出来、嗯、好球，这样的话中袋够下了，这个位置算不上好，直接向下打这个边库球从上往下的位置去借力，二号这边呢也是不太说不太好借啊，二号靠这个带角里太多了，嗯，小力去打，对，张坤鹏也是我们的第五届第六届总决赛的亚军，嗯，也是本次赛会的夺冠的大热门之一，如果他能连续三届啊打进总决赛的话就算上这一届，那也是开创了一个历史，没错，能够总打进咱们总决赛的冠军，这种实力也是相当强的。是的，咱们常说事不过三，看看张文鹏这回能不能够啊实现职业生涯的一个荣耀时刻。当然，现在两位选手都是在败部啊，不容有失了。像大家非常熟悉的陈志刚。在今天之前的比赛也是被淘汰了，对，第一局张坤鹏胜，比分1-0，谢谢，第二局张坤鹏开球，
非常标志的鲲鹏冲啊，鲲鹏冲，对，扎进之后有球停带，主球停在中间，球形分散。还有一点角度，这个位置看看能否就用一个反赛高杆推起来叫十四啊，感觉上好像九号球还是角度有点偏大。嗯，还可以啊。继续啊，还是高杆从左边边空弹起来，过来看看黑八左下方底带是否够下。应该是差不多，推进打中带，留黑八左下角底带就可以了。如果说左下没有，就低杆往回退，交右下方底带。第二局张坤鹏胜，比分2-0，开始清弹。谢谢。第三局三金佩利万诺维奇卡球，10 seconds。哎，这一撞也是有运气啊。嗯。左边上方带口今天已经是不是第一次了，就是这球卡在那里感觉不进啊。说到这儿啊，我们的开球的出杆限时是25秒啊，对，没有延时啊。点球的出杆时间是30秒，对啊，没有延时，也没有延时啊。所以像三金这种啊，连冲球都得是到读秒阶段啊，一定得注意啊。准度，白球看力量怎么样？漂亮啊，好球啊！上来就衔接六七了，难度最大的两颗球，有能力啊，有能力啊！六七这边打进，然后哎还在走，那就打七号可以走两库啊，直接推一库没有把握可以走两库。今天张坤鹏在败部的比赛是大比分呢，13-2，战胜了赵汝亮。对，本次我们的总决赛的决赛阶段啊，全程是25局13胜，140分钟的限时，而且全程是双败，不会在后面的阶段呢再有抽签的任何形式了。
哎，这个白球有点过头啊。那咱们就穿一下子，百步穿杨穿一下子。嗯。感觉张文鹏这个表情啊眼神啊有点犀利啊，很少看到他这样的表情。败步了，也是没有退路了。第三局张文鹏胜，比分3-0。谢谢。第四局张鹏鹏开球，还是进，主球乖乖停在球台中间。看这个局面，好啊，嗯，不服是不行啊，炸的是真的好啊。就看这种好的冲球的手感，你能不能在整届赛事当中或者整场比赛当中能够延续下去。对，嗯，这一场比赛不足以让你可以去最后走到这个冠军的这个舞台上。而且每张球台都不一样，虽然都是同一尺寸，嗯，同一厂家，但是打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而且张文鹏要避免在自己手风最顺的时候习惯性的走神儿，每个球员都是啊，这打球跟说话是一样的，一说嗨了，越说越快，嗯，一打顺了，越打越快，越打越快啊，对，节奏就上来了。所以台球比赛更多的是让球员在比赛当中冷静。在顶尖的职业斯诺克比赛当中呢，开局的时候放的是温水或者是一些热水，让球员的手感能够赶紧升温，在比赛中间的时候放冰水，让你冷静下来，控制一下。对，哦，作为有经验的球员，像杨帆啊、郑宇博、张文鹏他们，在打得最好的时候，状态最火热的时候，会时不时擦个白球啊，对，擦擦杆啊，控制一下节奏。对，哦，这都是经验，防止自己的出杆越来越快啊，出问题。嗯，还可以高杆从下边弹库边再上来啊，嗯，避开黑八就可以过来了。低杆轻轻一点，四局张鹏鹏胜，比分4-0，开球进来。长城万里自东起，扬帆破浪济远航。20年，秦皇岛银行自长城脚下走向冀中大地。20年，秦皇岛银行从渤海之滨开启新的纪元。感恩20载，筑梦新征程，秦皇岛银行。
第五局三金佩利万诺维奇开球。Ten seconds。行啊，老张、嗯。我估计裁判也要读秒了。嗯，是，咱们之前数过他这个。嗯、对，得二双压山那一战，他基本上只要开球，必查十秒。对。但是他这个冲球明显就是失控啊。今天赵文鹏这双鞋也是很酷啊，对，好像我赵文亮跟他同款吧，是吗？好像是啊。难道是战队同款吗？应该不是。仔细再考量啊，其实整盘球里边就是，哎呀，我要打这个单色或者双色里边啊，下方的五号肯定是选花色球的，对，啊，互相互为一个问题的，选花色球下边怎么来去解开，尤其是在九号这个位置，两边打的话，这些十二啊，甚至于说十四、十号都没问题。留十号球做九号啊。再走，那这种球，这个张文鹏也好，郑宇博也好，他们都会有自己固定的这种次序跟打法。嗯，刚好是向下角度。嗯嗯，看到看台上张文鹏的父亲啊，也在上面。哇，九号中袋是有下了，看来啊。对。这个角度看看是不是能推顶黑八，还是说角度大往上多走一点点，避开八号球叫其他的球。这角度也合适啊，能顶黑八是最好的。嗯，孙氏可以叫十二，顶不到就出来打十四再来叫。那这个位置的话就是，哎呀，这角度上容易出问题啊。看一眼反向中袋，嗯，确实啊，感觉不好。那上来一杆角度啊，十三啊，低杆左塞横台。那么这杆球就可以啊，发力从下边绕了。就算最后十二号叫成一个大的薄球，还是说叫中袋，嗯，或许有这个想法啊。低杆减速，缝隙过来，好球。可以做反向中袋，也可以做右侧中袋。一打一 K， 对，基本上停五号那位置，左边中袋就很好打了。其实他杆法控制好，就横到两球中间下来，就是横过去啊，反向中袋都可以的，左右两边哪个靠谱打哪个。张春
16局张鹏鹏开球。刚才白球一撞啊，撞完之后，现在主球停到了球台下方，上手第一颗，没问题啊，一准无难事啊，一脸哀怨的表情啊，没办法。哎，今天场外啊，我记得上次你跟我说过一次吧，这个有一个就侧脸的那位德国美女嘛，有，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了，我也记不清啊。刚好是三金这玩意儿是这边是打了个比赛啊，赢了刚下来，啊，就像小孩一样，看到那位德国美女之后，就感觉碰了个大姐姐了啊，把这个额头搭到对方的肩膀上，那意思就是我这比赛可能打得不好啊，怎么样？特别有意思，是啊，像小孩似的，嗯，撒娇呢啊，嗯，本身也确实啊，18、19岁。撒娇卖萌，嗯，这准多。再来左边10号球，继续。轻推弹起来，上方11号。还是近，还是近呐，啊！回来再看看这个位置，就低杆轻轻往回啊，就往屏幕的左下方走一点点，留13号角度叫15。嗯。这准度，再打进右边又是中带了啊！手感爆棚啊！不行，小后吧，或者别太爆啊！嗯。张鹏鹏胜，比分6-0，开球清盘。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54个国家。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7局三金佩里万诺维奇开球。终于有球进啊，不容易。
看看三金能不能拿下这一分呢。但从这个球星来看的话，稍稍还得费一些周折。下放啊，小球队，对，还有就是在场上坐的时间太长了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没有很好的上手机会，是不是能够打进球？对，这个关键啊，手冷啊，没有机会上手。没问题，打进过来一 K， 嗯，还是不好，嗯，有机会可以拼一杆翻带。对，上方十二号，这杆故意的啊，就是想去借力，将自己这个边库球借出来。那现在也是有机会可以去青台。对，应该做十五啊，白球要尽量往上，做向下，大物小，对，向下或者向左的角度，十号就反向抵带。不能太轻。太轻了，这个球就有可能直接上去要九了，角度太大了，跟他想的不一样，就差得太远了。对，最少20公分。张指导对这个距离很敏锐啊，嗯，20公分，20公分，延时。关键的这一颗又是没打进，还是源于之前的校位啊，出现失误。现在的花色球都在屏幕的中线往下，张鹏鹏可以说上来调整一杆啊，嗯，布局或者防守一杆，不用着急先打。做斯诺克了啊。左边边库啊，从上往下，嗯，跳球，在就是咱们台球圈有料里边的精彩集锦嘛，他那个精彩进球动画的时候，郑宇博有一个比赛当中的中长台的跳球，直接进左上方顶带，嗯，嗯，这球跳的。质量已经相当高了，效果而且还不错哈、啊。跳到之后呢，也把对方的黄衣撞到了右上方的边库上、嗯。但是对于球形的分布情况来看，自己还是占被动。张坤鹏这一杆是不是还要再来防啊？哇，传球，相当像啊！嗯，今天张坤鹏的手感太好了，从他的眼神跟表情来看，这个是一上来不允许自己输，对，一上来就非常的坚定，对，我不能输，对。最起码一上来，这比分的优势要建立。可能对阵中国的球手啊，多少厂家都是朋友啊，可能还不会一上来就那么的狠。对这种海外球员来看的话，不允许。嗯，这个球漂亮，白球留的位置。张坤鹏如果说打薄边往下放，对手还可以再继续的去打左边的九号球啊。对，
不是一个很安全的线路。而且对方的球都在这个小球队附近，对，小力点或者小力贴，自己还是很被动。打上方包边右散，往上继续跑，还得远离这个左下角这个危险区域，远离。漏球了，漏球。但是，咱们客观的说，刚才三金这一杆白球放的位置是把一个被动变主动了。漂亮，算是把这个局面给挽回来了啊！有球啊！继续可以打包边啊，推一个反赛，就推右赛啊，十号打薄一点点，还是要传吗？这样直接白球啊打进往上弹，八号球中带啊，利用个中高杆发力往上蹬就好了。第七局三金佩里万诺维奇胜，比分1-6。八局张坤鹏开球，说啊，这个冲球的手感，张文鹏这边啊，冲球没有球进，能不能维系住？对，这很关键，因为张文鹏目前冲完的球，局面都还是不错的啊。这盘球是没有球进，这局面要支持可以去打光，黑八可以最后叫左下方底带，中间中带留一颗啊，哎，留了个七，其实可以留五的，留五从上往下更合适。就打完七，现在用二号三一这么下来啊，但是现在变成了三二一下来叫七，因为七是有点位置是略略靠下，后面上角度如果有一点点偏差，白球是有可能不好调整的啊，这样要发力，继续啊，还是低杆，
下方边库团起来，力量控制好，黄一流向下角度，直接中低杆往下蹬就好了，上方中带七号球，杆法不能太低，加了个底带，两个定杆，请观众把手机调为静音。第八局，三金佩里万诺维奇胜，比分2-6。第九局，三金佩里万诺维奇开球。这杆大力炸是有球进了。三金啊，慢慢的起势了啊，找到了一些状态、啊、对，绝对是有能力，你要说没有绝对的火力压制住他，你很难战胜他的，因为这位球员韧性也是比较足的啊，嗯，打球呢他们两个其实在节奏和球风上多少有点反差，三金属于说特别喜欢琢磨，然后运杆的节奏跟时间掌控都是比较长的。但是刚才我就想说这个，其实我这几盘我看到啊，三金比去年快，比去年快，对，比去年熟了一些啊。对，就对于这个项目跟运动，对，熟悉了一些、啊，熟悉了，嗯。这奔底带来了。而且呢，年轻啊，这一如既往的准。这杆六号球刚好机会啊，高杆右边可以把12号球 K 走。然后面打黑八的时候呢，附近也没有其他障碍球了。基本上是从上往下按次序打，
继续的利用低杆白球过线，三金来自波黑啊。还是要低杆往回退，这个前南联盟解体之后啊，分散出了很多的欧洲的新的国家，比如黑山呢、波黑啊、科索沃啊、塞尔维亚。嗯，哎，五号，对，这个时候裁判应该是不会提醒啊，没错。第九局张坤鹏胜，比分7-2，官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下面还有个球啊，这让我想到了昂沙利文跟这个美国的10岁男打九球的时候漏了一颗球啊。山泉矿泉水，长白山的春夏秋冬。2019生肖大巧，天鹅庄大金福，开运就开天鹅庄，送礼就送大金福，天鹅庄大金福干红，澳大利亚天鹅庄。因为责任，所以执着。晨阳20年只生产更安全的水汽，为挚爱，为大爱，晨阳水汽。长城万里自东起，扬帆破浪济远航。20年，秦皇岛银行自长城脚下走向冀中大地。20年，秦皇岛银行从渤海之滨开启新的纪元，感恩20载，筑梦新征程，秦皇岛银行。是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54个国家。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
老伯，追上啊！来啊！太平了吧？库欣这么好。啊！追上啊！乔氏金腿追分神器，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源自英国百年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纤脚，11.5毫米特制杆头，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波茨杆，我挚爱的武器。波茨杆，中学和中学把球。波茨杆，中式球杆开创者。三天结束，比赛继续。第十局，张鹏鹏开球。暂停过后啊，我们来到双方第十盘的较量。嗯，在暂停前的那一局啊，也非常有戏剧性啊。这个三金呢？非常凶猛的青台，但是忘记了在屏幕下面还有一颗球啊。对，他在打的时候，我跟老张也在琢磨他这个怎么不对路、啊、不对呀、啊、这个走位呀、啊、然后我跟老张交换眼神之后，发现三金根本就没有往这想。对，当然了，这个我先说啊，我在打球，你先说。我在打球的时候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都可以理解啊，全情贯注打忘了。对，尤其是你下方是有球，上方有一颗陷入到对方包围圈的时候，你很容易就忘记。嗯、我印象里，我忘记那一颗是六号，我后面的解释我还记得呢。那六号跟台布这颜色太像了，没看见呢。其实就是你仔细的绕球台就好了。这打过球的球友朋友们啊，都能够有体会，很正常啊。嗯、但是，在顶级赛事当中出现这样的情况，确实是凤毛麟角、啊。不太允许这出现那种失误啊，就是一盘呢。对吧？正负两分，正是在自己士气上升的时候，上升的时候，送给对方一分。嗯，詹鹏鹏是绝对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的。对，可能又是一波小冲锋，再把比分继续拉开。没错，没错。詹鹏鹏这种球员，他的这种特点就是打的这种气势球，一旦你在前面抓不住他，让他撒开的花儿。好了。望尘莫及，对，就看不见车尾灯了。我这边前面也是轻轻带了一下，黑八现在是有下的啊，左下角底带。怎么感觉张鹏鹏忽然之间就好像长大了一样啊？成熟了。嗯。而且还有这个我们的国旗啊，对，左边的胸的上方的位置啊，粘贴，一身的这种荣誉感。周围的队友，他的这个公司，以及这么多年的大大小小比赛的历练啊，嗯，张鹏鹏的成长是以几何的这种数字来成长起来的。对，他长球太快了，进入职业生涯不到6年的时间啊。
第十局中分统胜，比分8-2，开球清盘。谢谢。第十一局，三金佩利万诺维奇开球。咱们再多说一句啊，在这比赛当中呢，如果说像刚才三金剩一颗球直接打八，裁判员是不能提醒的啊。对。裁判是评判这场赛事的一些问题存在的，我并没有义务去提醒你是你要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这样的话影响整场比赛的公平。那你提醒了对方，那人家那边选手就该说了，你干嘛提醒他呀？你怎么提醒我呀？对，我到底选单色选花色好啊？没错，单色打完二用什么杆法叫下一颗球啊？你都该告诉我，对，要问你干嘛是吧？对，就是这么夸大的样，我们说这件事情啊，其实就是裁判没有义务去提醒你，就像你摆球一样，也不能提醒你摆到开球线外面去了，裁判那时是不能说。对，当你开完球告诉你开球犯规，为什么呢？你的白球出现了，裁判不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嗯，那比如说你有些球，你去问裁判，你说我可以选球吗？裁判回答你一般就是球局开放或者球局关闭。对，球局开放的意思就是两组颜色球随便选，球局关闭的意思就是现在已经有一组球被选定了，你只能选另外一组。如果我这里就稍微插一句话，如果你实在不知道对手选了什么球，你绕球台看一圈，进几颗单色花色就知道了。你上来刚才三金上方黄衣也是没 K 出来啊，这杆要准度了。白球的落位啊，最差也要过开球线啊。收了。直接上来就长台15号。准，左边中带13号球。带走，小加长把，这个位置探身应该是够不到了啊，尽量用小后把。来看一下，确实有点够啊，都握到最后的末端了。啊，没问题啊，手感太好了，边库没链啊，现在。要不然他也不会有百步穿杨的这个外号的啊。还有一外号呢，你记得吧，也是你给他册封的。哪个？辕门射戟嘛。啊，我一般头天说的话第二天就记不起来了。我帮你记着呢。好嘞，要不您出院的时间比我早呢。
没，昨晚腰筋我还没过呢。这刚说着，太轻了，就习惯性的会有一些走神啊。对，再多走一点，从下高杆往缝隙里边啊，四八的位置去叫。现在看看是不是低杆横抬？哎，不行，架杆也行啊，加长把，玩点翘粉。哎，这一撞还算有点效果啊！这球撞一下还帮点忙啊！什么情况？嗯，还是有些想法呀。带着低杆左塞去撞对方黄衣的力量感觉太重了啊。这球就算八号仰到袋口，他对方四号球也不是说特别好打。对呀、啊、这么大的力，为什么这么大力啊？而且青打这个成功率最少50%以上。对啊，你这么准啊，这个问题。这六分还不足以说这场比赛可以获胜。我们前面上一场比赛里边，你像这个石汉卿对德鲁纳，对对吧？有一个阶段就是8-2，最后打成9-9平。没错。有这中带低杆减速，力量太轻了。那白球是直接停不住啊，还需要上去再下来，而且要小心右上角的袋口。哎，五号，但是这个黑八还要薄吗？应该是要做防守了，最多是翻一杆左上角底带，就是进攻的话白球定住，不然的话就是打薄边白球往上跑。还是要打包边做防守。啊，典型的一个十字跑球啊，这球还是有难度。张冠鹏也可以再还一个十字跑球，还是要薄。犯规。第十一局三金胜，比分3-8。
第十二局张鹏鹏开球。花色球全在球台的下方，对，就一颗五号球挡住了一个十五，上手对就要来解决了，十二号球做好了，你把五敲开都可以，反向十号衔接，把五敲到库边，对吧？轻轻一推，局面全部解开，黑八在中带的位置，哎，这十五都可以直接打了，对呀、啊，一点打十，回手十三左边中带。这个局面对于他们来讲，就不清台就应该就转行了就啊。不清台的话，那就发给他一个扫把，让他扫台泥。是。张鹏鹏上第三周立八开球进来，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54个国家。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第十三局，三金佩利万诺维奇开球。10 seconds。放对。先后左右球。那这个就有点。要招架不住了，那确实没有什么回合，也没有给三金太多的上手机会啊。没有回合制，嗯，好，你开，我坐着，啊，我炸不进，我还坐着，这是没办法，没办法上手，那底带推下来，下方找机会啊，把这个十二跟十三先解决掉。如果说十二号球是有下的，直接去叫就好了。打稍微歪了一点点，角度合适啊，推顶挂二号，十二号相反底带，杆法不要太高，稍稍低一点点，好球。哎呦，这杆球要强行的带一些右塞了，就是吃上边扣之后还要再弹起来，二号球力量不要太重，因为十四右上角是有下的，嗯，就算碰到二也是擦个薄边接不下去啊。哎，还好啊，没碰到啊。继续的中低杆往左边走一点点，行了，又上轨道了，对，再高杆推回来，右下角右边中带，关键是看球球角度啊。
三局张平投胜，比分10-3。14局，张鹏鹏开球。又是炸球，有球进，定了颜色，并且花色球相当好，低杆左边走上去，哎，顶没顶住啊，这个球中带变成了底带，还需要再过渡。14号球啊，左边还有12号做调整，中低杆打进，盘库边起来就可以。现在在其他场次啊，这个美国的战神范伯宁6-4领先唐春晓。嗯，而且据说啊，现在比分可能还在往上升啊。杨帆跟吴昊呢是4-4打平，4-4打平。对，雷伟民跟王云啊，师兄弟之争呢也是打平，6-6。王鹏5-0领先杨少杰，啊，阿布拉江8-3领先杰森赛龙，李赫文7-4领先石伟达，石汉清5-4领先吴振宇，菲律宾的伊格纳西奥9-1领先莱诺斯。嗯，莱诺斯是阿根廷的，朱炳杰8-4领先龚海峰，王野4-6落后孙红瑞，落后孙红瑞，对吧？河北老乡。那么郑宇波跟小刘闯这场啊，强强对话，现在打成了5-5。14局张昆鹏胜，比分11-3。15局，三金佩雷万诺维奇开球。看这白球啊，撞完之后，这个弧线是多少的这个球迷朋友们希望拥有、看到的啊，这样的弧线。前冲啊，一个小弧线。嗯，当然这得得益于咱们的10号绒这台泥啊。嗯，在球房的这种台泥当中是很难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对的，包括大家喜闻乐见的这种长台低杆啊，一方面是您出杆速率的这个要求，再有一个跟器材是有关系，有绝对关系。台泥滑不滑，咱们可以说负责任的讲，您在咱们乔氏大师赛的这种新台泥当中啊，您也可以拉出类似的效果，类似的，对对吧？只不过就是强与弱，那肯定是让您觉得、哎呦，
我怎么要比在俱乐部里边最少多四五十公分以上？没错，没错。所以大家不要过分的，就是追求这些东西啊。好看得实用啊。嗯。长台还行，没丢啊。那再来。往上一点，没什么问题了。十五局三金配对半诺维奇胜，比分4-11，开球清场。老伯，追上啊！来呀！太平了吧？库欣这么好。啊，追上啊！乔氏金腿追分神器，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第十六局张宽鹏发球。张坤鹏这现象级的冲球啊，真是、中间稍微停了那么两三盘啊、现在又好起来了。对，啊，左边十号球刚好角度稍微一点点大，低杆能控制得住，轻点，上方十一再往上交位，啊，可以直接啊，打完之后叫十一，十一奔着右上方去叫。十二号球，再走，低杆优赛叫九，九叫十四，十四下来，可以八。12-4，开在胜场。17局三金佩利万诺维奇开球。
open seconds.这盘可以选单色啊，嗯，白球有向下的角度，三七中间的位置，横向推要小心白球啊，不要撞十一。哇，张棍棒七个炸青啊！啊，这数据啊，恐怖！六成以上，打十盘六盘炸清，三盘皆清。六条五多好，就没太明白是吧？对啊，你上面拿三走八，你这三走八走左边带口都很好走。三金现在我觉得可能也不是说想得特别清楚吧，比分落后特别多，对方到赛点。首先，就这根就打进啊，咱表扬，但是咱说不太合理啊。选球次序有点问题，你看这所有的都是白球得多跑路。啊，这个六号又来了啊！嗯，看这个角度，继续低杆往上叫，杆啊不用特别低啊，中低杆向屏的右上方走。第十七局三金佩利万诺维奇胜，比分5-12，看个情况，谢谢。第十八局，张坤鹏开球。
可以说这一杆是三金本场比赛第一次啊，对，主动失误，就是、不太难，但是没有打进。嗯、球局上有些小难度啊，四号球、二号球两个点位，包括黄一后面的一个过渡。但是有能力的人还是有机会可以把这盘打光的啊。横向过来，来看这杆四号，轻轻一点，应该黄一右上角了啊，中袋就可以了。还是先打黄一，好球，回手来，四号球看角度，有机会 K 呢，对，要上库带右塞啊，杆法不用特别低，右塞要强，好球，完美啊，值得掌声。这一杆可以回头过来看看七，啊，还是先去传，那直接上来叫五。真是啊，就来回打啊，对，中带中带中带底带，五二七八，真是快啊，而且这个思路啊非常好啊。关羽斩华雄，七九上温呐、啊，就是这个已经是战斗已经打完了，但是酒还是热的，对对对，证明这个时间有多快啊。形容快的还有一个，嗯，这个箭在靶心，箭离弦，啊，对，说是什么一点，这是这个意大利的这个著名的文学作家啊，但握手了，写的一句话，嗯，明儿再说吧，啊，嗯，恭喜张鲲鹏获得胜利，而三金这边落败就被淘汰出本次赛事了，对，那本场比赛结束之后，今天所有 TV 台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张指导一天精彩的点评，感谢阿苏的陪伴，以及我们视频组啊，包括我们所有的转播团队的工作人员的辛苦，也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直播间弹幕的支持，明天中午12点我们再见，明天见。